像我记得上一集有没有从一个大陆在杜拜大陆飞过的那个手工的那台车，那台车是现在大家可能是也不一定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所以说这个系列啊，它基本上它除了这个，它很多地方的车迷们都很热血，像哦，我们有机会可能也可以参与这样的赛事。同时呢，它也带动了汽车产业。对啊，而且是每一集都是全世界所有的车迷期待的画面，因为里面都会暗藏着一些现在最厉害的车辆，完全没有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刚才跟各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角色哈，当然有这个这次还有像随行像的杰森莫摩亚啦，还有这个布里拉森啊，我在讲的都是答案哦。好，布里拉森他是那个惊奇队长嘛，有奖征答了大家，有奖征答。